2023年的2月11号，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昨天晚上咱们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准备钓这个长胡子，结果还是失败啊，一动没动。这里是云南普洱澜沧县，美丽的澜沧江，最近3天吧，在持续的退水。现在水位下降差不多有将近3米了。咱们换一下饵料，白天继续钓鲤鱼、草鱼，又准备做早餐了。来看看，哎呀，这大粽子跟个小包似的。昨天晚上畅谈人生好像是又搞晚了，现在已经是9点钟了，都没起床呢。而且今天起风了，气温也在下降。这南北的粽子也不一样哈。哎呦，哎，这怎么是绿色的呀？吃早餐，看看，八个菜，不能少。背了些自己。哎呀，这个大粽子真飞了，看看提包式的粽子啊，提包式的，我都想背一下。你背上跟挎包一样的。走了，出发，出海钓鱼去了。昨天没钓到石斑，就是因为那个船小了，今天换大船。看见美食了啊，这个树就是酸角树。我来弄吧，要不我手长，你个高啊。嗯，不好吃的玩意儿我尝过了。装我。嗯，装什么？是装我。嘿，来一走啊。来，我来搞。你吃不吃？哎呦我去，一捏就碎啊。哎呀，三角树。哎，挺好吃。甜的吧？酸的。双脚放着肯定是酸了。哎呀，那上面结的更多啊！上面没人摘不到，他就以前在网上买吃过这个东西，但是现场还是第一次看见啊，这种树。距离咱们1公里，看啊，这里有一个避风的港湾。好了，今天咱们换大船啊，一定能钓到鱼。大方向盘。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小黑江，后面呢就是澜沧江跟小黑江的交汇处。那边床头，看看啊，五哥这个大，哎呦我去，太大了。这家有个4两半斤左右了，太漂亮了。好，看咱们找这个地形也好。又来了又来了，哎呀，漂亮，太漂亮了。好，看咱这个地形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还近一点，那鱼就显得特别。今天晚上清蒸这个石斑是有着落了。啊，小刘兄弟也上了。哎呀，那我这个就是贵。今天这波还行啊，都挺大。目前还光头。我已经钓2条了，现在就你空军。对，我空军。空军司令在这里。我们还有空军吗？又来一条。哎呀。这个大啊，这家不到10斤，又来货了。哎，你看练口了吧，安全的返航了，安全的到家了。鱼呢咱们拿到农家乐去加工了。在咱们走的过程中呢，海干还是
一想没想，今天刮风了，在屋里包饺子。哎呀，包的真好啊！包饺子，咱也包饺子多少年了？嗯，看看咱们后勤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么多吧。因为接下来呢还会很忙碌，咱们在这个位置呢还要坚持几天吧，三四天吧，咱们就转移进入下一站。